换季天气转换，你干干容易过敏，怎么选保养品类？来吹吹玫瑰系美人的保养法，选择简单的玫瑰花水和玫瑰果油就对啦。听说这贝克汉斯伊波维多蒂亚、澳洲超模米兰达科尔都是他的爱好者。玫瑰它是花中皇后，所以呢，有很多人都会喜欢哦。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散发出迷人的香气，再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亲肤性非常好，很友善、很温和，所以任何肤质都能够使用。即便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都能够尝试哦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于调理你的角质细胞，可以恢复健康，可以补水，可以提亮肤色。尤其是夯到不行的油保养，最适合全脸拉提按摩，取约10元硬币大小的量与掌心，双手搓揉温热，以双手掌心从下巴往耳前滑推按摩，同样手法再换从鼻侧往耳前按摩约3到5次，眼周可以像比耶的剪刀手往眼尾方向轻轻按摩。担心用油太油腻的人，可以将玫瑰果油滴入原本使用的精华液中，充分混合后全脸画圈按摩到吸收即可。如秋时一起来用油保养吧。动讯报道。